负责协助改建台中市八个军眷社区的军方兵工单位人员，今天清早分别住进了这些社区的工地，展开动工改建。市政府表示，今年度发展的八个军眷社区是富台、广大、春安、新兴、仁美、惠来、大同和贸易，每一个社区补助款是25万元，其中并由妇联总会各补助10万元，并且由军方兵工单位全力支援协助改建成为钢筋水泥的平房和二楼。这八个军眷社区渴望在8-9月间全部发展完成。